小姨子从日本给我买了一个日本的削皮辅助器，今天咱们用它看看到底中不中。哎呀，这也不行啊，和牙啃的似的，不好使。看看我连桥从欧洲给我买这个好不好？等一下我就用它给老铁削一个这个大豆腐的皮儿，削的就像面膜那样薄，让老铁看看到底中不中。平时我们在家用它削皮儿，可以往前推，也可以往回拽，削出这小皮儿又薄又快，而且它还不分左右手，你就是左手刮也是一样的好使，一样的方便。翻过来，它的这面还可以用它刮个丝儿，咱们吃土豆丝儿、萝卜丝儿、黄瓜丝儿，轻轻往前一推，刮出这小丝儿，一排这就是几十根儿，一根是一根儿。根根都是小方丝儿，就这小丝儿就好像小姨子的头发丝儿漂亮。土豆长了烂芽，有了烂坑，用前面这小尖儿直接一转，挖得干干净净。削土豆皮儿就像玩儿一样，特别的轻松，也特别的好使。在家里还可以用它削一个水果的皮儿、芒果的皮儿、鸭梨的皮儿，削出小皮儿这是溜薄溜薄的。接下来我给老铁削这个大豆腐皮儿看看好不好。削这个豆腐皮儿，前手一低，后手一翘，轻轻一推，哎呦我去，这小皮儿给你刮出来的溜薄溜薄的。